网络上有很多在教你吃什么可以好大便的，那今天呢就来跟你分享我自己跟身边的朋友照着这样子吃，便便就轻松到了你肛门口报道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那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水果类的，像芭乐、奇异果、芒果啊，尤其是奇异果跟苹果，你两个放在一起去打成汁，那一杯你只要喝下去，很多朋友他都马上跑厕所去了。那再来就是蔬菜类，很多蔬菜它有帮助我们排便，最有效也是最推荐的，就是洋车前子可乐。洋车前子它会吸收水分，会增加我们肠胃道里面粪便的水分软度跟它的体积，就有办法去帮助我们排便。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膳食纤维跟水分，它是互相影响的。如果你吃太多的膳食纤维，可是水分却是补充不足够的时候，反而会有便秘的反效果。再来，我们要讲的就是好油，摄取好的油可以让你的肠道有润滑的效果，像坚果、芋油、橄榄油，这些都是不错的好油。最后就是发酵性的食品，像是优格、菠萝乳，这一些里面都有很丰富的益生菌，或者是你要额外去买益生菌回来补充也是可以啦。以上这一些精挑细选的食物，再加上昨天讲到的四个小配包，相信你一定就可以摆脱便秘的折磨。如果你照我说的做了，还是改善不了的话，私讯我，我再给你一个神奇的魔法糖。好，我们明天见。